是四季，天不爱光流，所有喜欢不必再多藏，为你而来才寻到方向，非你不可。先好好休息，我会在这儿陪你睡着的。他调查我，是因为知道我装瞎，还是知道了我的身份？看他的样子，好像也没有对我起疑。头家，你怎么了？你是哪儿不舒服吗？头家，你。困吗？我不困。对了，你可以叫我四伯。我突然困了，我先睡了。好，好，我房间就在隔壁，你要是害怕或者需要什么，你随时告诉我。散布你害敏这样的新闻，求您放过我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行车记录仪在哪儿？我不知道啊，当时跟我联系的人姓程，应该是靳头家的手下，别的我都不知道。头家，哎，走，我头家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头家，这是储存卡里导出的资料，季蝉面部修复之前和闵建雅长得一模一样，所以季蝉小姐就是闵建雅，对吗？头家，你看看呀，她是静树。啊，闵建雅的双胞胎妹妹，她没死，那她改头换面，还和季林江一伙，又以季蝉的身份接近你。到底为什么？要是真按线人说的那样，三年前季林江第一时间让他散布我害死闵氏一家的消息，说明那场车祸和季林江有关系。现在他控制静书对我下杀手，是想借静书除了我。头家，你为闵家做了那么多事，都是为了静书小姐，你可跟他解释一下。现在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是凶手，要是这时候跟静书袒露季林江的情况，一旦被季林江得到消息，他可能会狗急跳墙，静书会有危险。眼下得尽快找到当时的行车记录仪。你也太为静书小姐着想了。记住，他现在是季蝉，不能让外边的人知道他是静书。知道了。
陶家，去吧。昨天没出意外吧？宋思普做事谨慎，所以你要的那些关于敏氏的重要文件都在他家里。敏家的事他一个人做不了，你要是找到他合作的人，烦我去查。好。有危险告诉我。是我，你怎么来我房间了？我去了卫生间，想回房间，但是找不到路，看不见。我送你回去吧。嗯。小心，以后晚上别一个人出来了，这样很危险。嗯。当心。他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。为什么还要把我留在这里？是从会馆调来的阿姨。是的，陶家，我已经交代过了，赵阿姨会贴身照顾季小姐，不会让她磕着碰着。嗯，还有件事，季会长那边需要您过去一趟，昨天他没有抓住季小姐。我知道了。你先把车停门口。好。季小姐，这是周阿姨，这段时间由她来负责你的起居和饮食。谢谢。那你先吃，谢谢。
那我先出去了，你可别乱跑啊，在这等我回来。嗯，只因想念你，刺破黑暗，烧来曙光，笑你翱翔。是因为昨晚我去了他房间，所以宋思普派周阿姨监视我。不再退让，反而爱反常，吞噬自己，填补爱光流，所有喜欢不必再多想，为你而来才寻到方向，非你不可，非你不可，爱钻进海洋卷起了巨浪，非你不可。宋思普并没有对我做什么，反而更关心了。难道他把照片里我的样子认成了姐姐？外公，你还把他放在家里了？丑闻会发酵几天，但过几天人们就忘了。姐姐的脸都被你丢光了，要是雷亚先知道他喜欢的人养了别的女人，七爷那边是不会放过你的，到时候你可别连累了我们。外公放心，我会自己处理好。你自己处理？你现在就把他带来，我来处理。外公执意要为难他的话，那就请家法吧。好，好得很。七爷上次就要一个说法，今日我就行家法，也算是给他个交代。阿光，拿家法。馆长，使不得，枣木棍可是会打死人的。滚！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我最后再问你一遍。Right now.